家好，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分享的五双鞋。首先是这两双法国品牌 Veja 的小白鞋，那这双全皮的金色 logo 的复古版型很好。那在今年2019年， Veja 又推出了这双帆布柠檬黄的小 V， 那它的颜色是属于亮眼又不会过度出挑的，所以我觉得非常好看。那这两双鞋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就是偏码，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小半码甚至小一码都是可以的。接着是这双 By Far 的高跟凉鞋，我选的是麂皮浅棕色。这双鞋的设计它是一字带设计，可以给人非常优雅的感觉，而且也能够很好的修饰脚型。就算是脚型不够完美的女孩子们，比如说我啦，我就是属于那种胖胖脚，而且再加上平脚板，但是总体上还是可以穿出那种高挑感的。而且它的方形鞋跟也使这双鞋的舒适度也增加了不少。这一双是 Gucci 的乐福鞋，那我选的是粉色，这个粉色是属于比较柔和的一种粉色，然后给人一种很丝滑的感觉。其实乐福鞋很多品牌都有出过，但是 Gucci 的就不一样。 Gucci 它给我的感觉，包括上脚之后给人的感觉，就是比较温柔，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我的。最后一双就是 Hermes 的这双厚底的草编帆布鞋。这双帆布鞋它的帆布其实是它是比较硬挺的，然后里衬都是全皮的，所以给人的这种穿着的舒适度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外侧这边还有一个 Hermes 的这种圆形的小小的 logo， 鞋子整体的这种设计上的这种小细节我都是非常非常满意。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它本身它的款式它是厚底嘛，所以它的自重还是比较重的。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给我留言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